大家好，这是淮俄明州 Casper。 我们看这个雪山，现在就在雪山脚下。3月29号了，这个风还是比较紧的。蓝天白云，雪山悠悠。现在是美国抗议的最严重的时刻，纽约成了这次的震中，美国现在成为了一个震中。我们是到淮俄明州这种雪山脚下来防疫，来避免的那种疫情，也给大家静下心来，也给大家拍一些视频分享给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，您的点赞和评论我将及时回复给大家，我们可以一起沟通交流，一起进步。这是张向东在淮俄明州 Casper 给大家带来的报道，谢谢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